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！呀！哎呦！地动之门打开了，我又可以罩笼了。蓝猫龙骑团极地升级。 开启。好了，隔离罩已经顺利启动。淘气，极地有洁癖，升级需要特别干净的环境，这里最合适了。现在可以开始升级了。好。鸡腿，饮料。 我终于熬出头了，独眼云消失了，九尾狐伤了，老板的得力助手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你们得好好的伺候我，有你们的好日子过。是，我们一定听头的话。图拉，老板，赶紧给我去找龙骑小队，阻止他们升级。是，老板，属下一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。很好。 升级到了白银级，就差黄金级了。黄金升级马上开始。哎呀，这地底下怎么到处都是气体呀？好烫啊！哎呀，哎，原来龙骑小队躲在这里升级呀！我杀进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啊呀！ 帮我抓紧呀！帮我抓紧！清洁指数不达标，清洁指数不达标。哼，躲在这里升级，肯定是极地有洁癖，想找一个特别干净的地方。清洁指数不达标，那我就从下面进去。哎。 你们尝一尝超级粉末蛋的厉害！谁？怎么了？什么东西？啊！不好，极地洁癖犯了！啊！极地不好。 哎，八斗，别怕，我来帮你擦干净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吉利，你抓着我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哎呦，八斗，吉利不受控制了，刺激吧！猫，是土狼，破狗，跟我斗，看我的超级垃圾袋！哎呦！ 可恶的土狗，看我！哎呀，吉地！哎呀！吉地，我是你的朋友啊！哎呀！放开我！
洗刷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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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刷刷。升级程序中断，能量释放。糟糕，集体开始释放能量了。启动清洁程序。哎呀，为什么洗干净没门啊？看我的超级垃圾吧。哎呀，隔离罩坏了。哎呀，你们就等着奇迹变成废铁吧。现在隔离罩没了，空气又一时净化不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种生物可以吸收和驱散烟尘，那我们把大批的这种生物引来，这儿的烟尘不就能够被它驱散和吸收了吗？集体的能量能够支撑的时间不多了。菲菲、咖喱，你们保护淘气，发动，快，硝烟出世！被基地那讨厌的洁癖害惨了！他们又想干什么？但是我马上就要完成升级了，整个地球环境都将在我外围的控制之下。拔刀，跟上！他们引这种怪东西肯定是有目的的，我绝对不能让他们成功。有了。前面，前面就是峡谷了。拔刀，快！有我在，你们别想过去。不好，地底下的天然气被引爆了。拔刀，快躲上，要不然那些生物过不来的。我在吗？又来了。这没石头啊。啸天出世。越来越多了。我看你们能够堵住多少洞。四雷轰。毛大哥，我帮你。怎么突然想睡觉了？不能睡，千万不能睡。不好，巴豆的病又犯了。土狼。现在你们都动不了了吧。这个家伙害我吃了不少的苦头，今天我要跟他算总账。土狗，不准动巴豆，烈焰猴。喷呐、喷呐、把这里全部烧光光。可恶。没本事了吧，该我来了。不对呀、他打瞌睡是没规律的，我得先把他绑起来。这样就安全了。
霸道。哎呀，吃的还真熟啊！哎呀！霸道，你不是喜欢弹我鼻子吗？我今天都还给你！一、二、三，铜狗，你蓝猫，吉吉的能量只够支撑一分钟了。啊，怎么办？我的哮天在抖动，霸道又被土狼欺负，怎么办？我惨！霸道，快醒醒啊！不然吉利就完了。你！对呀、啊，我怎么把正事给忘了？霸道，加油！霸道，好样的！霸道，上啊！死雷！看我的！你躲了怎么样？看我再挖！这些糖浆本来是用来引导那些奇怪的生物的，看来只能款待你了。奇怪的生物来了！快走开呀、啊，讨厌！快走开，不要跟着我！不要跟着我！走开！集体恢复正常了，太好了！淘气。重新启动升级程序。好。我的思雷也是黄金级的，该多好啊！好样的！成功了，我的百兽王升级成功了！老板，老板，大门又升级成功了一条黄金龙！什么？那你干什么去了？老板！你用的废物！我要好动！百兽王还差最后终极形态的升级。看来我得提前出击摧毁他们。龙骑小队，等着接招吧！正当大家为四雷升级的时候，歪歪挟持着拉拉突然出现。龙骑团能脱离险境吗？请看下集。Called it Mac.
拿出